定好在下台北军地方县政府里等。你在里空间吗？耶啦！你卖问我啥物件？物件啦！啊，啥物啊？物件啦！谁强调？他刚才没有冲水声啊？没有马桶那个污水。发现宋贤他因为涉及电毒品案，遭那个台中地检署发布通缉，所以经常更匿那个更换藏匿的地点，以规避警方查缉。那经警方分析他的生活作息及接触对象之后，我们确认他藏匿在台中市北区的一间出租套房里面。然后在去年11月24号电视机成熟执行查缉，迅速将他压制逮捕，并查扣安非他命七十七。